照顾。晚上有人帮他背背，今天有人帮他背。他也是在三月十五号那一天到日本，在做检查的时候发现的，他有那个肿瘤，我一直呢拖到四年，原本以为说只能做呢只有六个月的时间，在这个抗癌的时期，看到他的坚持，看到他的那种毅力，即使在后期相当辛苦，他都很坚持下去，所以我觉得。他作为一位妈妈的中央领袖。